拍摄，琼姐，你这，先生你好，你是要来寄物件是？啊，是是是，听讲恁豪杰物流是足认真够准时的，这是一定爱啊。我是叫人客哦，要配送物件哦，拢当作是家己物件，赶快来处理啦。OK， 来，你先请坐。哦，有配送单哦，爱麻烦你填一下。好，没问题。来，麻烦你啊，主料要，嘿是。你有要紧无你？啊，比较重，不要紧啦。哇，啊，今嘛哦，你我也一个超过五十吼，如来都感觉哦，迄身体灵活度哦，真正出得快。我跟你讲，我自己也超过五十岁了，也不过你看我这摆脚手哦，又弯溜俩，真少看哦。不快哦，哦，哎，真正看不出来，你真正超过五十了。对啊。哦，那外表你看起来，袂像少年家咁款。你动动脚手啊，嘛个少年家呢，这么溜俩嘞。无啦无啦，其实我平常时哦，拢嘛唔运动。哦。而且哦，我打工哦，拢食这个，这是我食好到手的。刚从美式卖场带来的，这是啥？哦，这是优西兔，让你动如脱兔，可以帮助调整体质，精神旺。是真的啊？当然是真的啦！你只要好好保养三个月，你就让你的身体灵活度更好。欢迎下货啊，来，来麻烦你。哦，别别别 ，OK。加油！我真正哦爱好好保养啊嘞，忘掉啦！但我今嘛哦已经是有查某囝的人啊嘞，真正好好爱惜我家己身体啊。